吃过晚饭，吃饱喝足了，我们今天这个营地啊是越来越热闹了。前两天我们来的时候啊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车，就我们几台车。等我们在这待了几天之后啊，这个营地的车是越来越多了。看这边的景色也是相当的漂亮了。一会儿我领你们看看我们营地都有什么车。我们这个营地啊越来越热闹了，看看这边来了一堆小轿车，这边那边来两个拖挂，这个是途乐拉了一个像越野挂似的，那边又来了个小拖挂，这边是房车，里三层外三层，把我们这个营地都给它充实起来了。我们现在准备看看这个小拖挂，这个小车好啊，拉水方便。这小朋友应该是我们自驾遇到最小的了，这个应该属于小越野拖挂了，但是没有上牌，上面还有车顶帐篷，这车不错。哎，那他这个下面是怎么个情况？就是这个不能装行李的啊，上面就是帐篷，那是能睡几个人？没事，三个人，对，那肯定能睡三个人呢。他这个底盘高，妈，那这玩意儿瘦点的三个，反正睡我一家三个，真好是吧？那这玩意儿真好，它就是一个小帐篷，你看，就是这有一个小帐篷，就这种感觉的。它上面它能睡仨，比那个那种车的那种小帐篷好。它这么支着，然后搁这这么上，对，挺好玩哈。反正就是想上哪都能上哪，对，上哪上哪。刚才呀，跟那个大哥唠了一会儿，那个大哥开个途乐拉着一个小越野挂，他这个挂现在还没有公告，上不了牌。他这是找厂家私人定制的，一共花了18000块钱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上面啊是车顶帐篷，底下呀是一个储物箱，里边放了很多东西。他这个车基本上就算是一个越野挂，想上哪上哪，而且开着不飘，开着越野性能还好。后边啊是4根减震，我感觉他这个小东西啊不错，关键是还便宜，才18000块钱。这个大哥呢，他是一家四口出来的，带着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，这是我们出来自驾遇见最小的孩子。现在孩子放到那个沙网里玩呢，因为这边草原呢蚊子实在是太多，都比较喜欢他这个车，上他这车跟前拍照去了。我感觉这个车也相当不错。这边啊就是我们的车了，一排我的坦克300拖挂，新宇的车，那边是二美的车，那边还有几个房车的车友。早上已经起床了，昨天我媳妇他俩又在帐篷里睡，白天这个车呀属实是有点闷呐，晚上还行，后半夜还是比较凉爽的，得盖被子。今天呢我们准备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了，因为这个营地呀我们已经待了好几天了，所以说准备换一个地方。车呢已经收拾利索了，现在把怕掉的东西都已经放到地上了，别的基本上就没有了。我们准备锁门出发，把门锁好，再检查一下窗户，看我们营地现在已经空了，车友陆陆续续都已经出发了，我们也就准备启程了。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，我们已经起床了。今天呢又是一个大晴天，但是温度啊稍稍有点高。我这前两天还是穿长裤呢，前两天来的时候正在下雨，所以说穿长裤。今天一看呢不行了，得都换成短的，太热了。我们准备继续启程出发下一个地方了。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，恩和俄罗斯民族乡。露营地呢已经找好了，找在一个农家大院里头。看，我们车呀都停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啊还有电，我们跟他商量好了，今天车就在这儿露营了。去年呢，我们是在一个俄罗斯族大叔的那个
小农家院里头。他那个地方啊有点小，这次我们出行啊车比较多，一个小货车，我这个是两车，还外加新宇这个车，他那个院有点小，停不进去。今天呢我们就停到这个位置，电呢刚接上，一会儿我把这儿收拾收拾，别把电线都给它撑开，要不不安全。这个季节有水有电实在是太哇塞了，我的小车也充上电了。他们这边的建筑风格啊都是这种木刻楞的建筑，以前呢也给大家介绍过，去年冬天的时候他们这种建筑都是用这种木头，完了削成棱，中间用的是这种草，叫什么草来的，完了给它填上保温保暖。这种原木现在咱们国内很少见，他们都是在国内国外进口的啊，像这种原木掏个楞，完了之后给它压上，这种建筑风格保暖效果还是比较好，比较不错的，而且还有比较有特色。刚才呢我们又跟这个农家乐这个老板研究了一下，跟他提了点意见，因为他们这个地方比较大，而且这边来的房车也比较多，想让他在这边弄一个简易的房车营地。要这种充电方式吧，电线太长，而且还比较细，如果说车多的情况下，这电线规格不够，怕发生意外。完了给他提了一个意见，换点粗点的线。看这边这么大一片空地，都在这长着草，荒废着，我们给他提了点意见，就是让他把这平平，完了之后把这一面都给他安上充电的那个插排，不用那种充电桩，如果说投入充电桩的话太贵了，就是如果说太贵的话营地很少人来，就是弄个简易的能用实用而且还不出意外的那种还是比较好的。因为我们开房车到这边没有充电桩，那边呢那边那个位置有个服务区，那服务区吧只能停车，没水没电，只有一个公厕，所以说我们给他提了这一个小建议。因为他们这边吧是从六一到十一左右，到十一月份基本上这边就没有什么人了，所以说弄太好吧投入太大了。看看他们这个大院，他们这个大院的空间呢是相当够用的，都是空地，如果他这儿要真是投入点钱把这个位置都弄成营地的话，就是很多自驾车友到这边还都比较方便，能加水还能加电，是不是还是比较不错的。我感觉草原的天气啊说变就变，我们刚吃完饭刚收拾完，看天就已经变了，刚才啊都已经下一阵了，车上啊全都是水，那边的桌子上啊也都是。下过雨的天气啊还是相当凉爽，来的时候啊大晴天，穿着半袖啊都给我们晒冒油了，热的不行了，到这之后天一变一下雨，哎气温当时就下来，哎呀不行了，我也上车里待一会儿，太冷了。雨后的外边啊这实在是太冷了，今天早上穿半袖来的，穿短裤来的，还挺热的，等下完雨之后啊这冻的都直哆嗦。到车上了，一会儿烧点水泡杯牛奶尝尝。这个营地啊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在这可以加水还可以充电，在这停一晚上啊才40块钱。你们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营地选的怎么样？